人人都需要友情，不能孤独。走上人生旅程，友情人人都需要友情，不能孤独。走上人生旅程，要珍惜友情可贵，失去的友情难追。乘客相互勉励，闪耀着友情的光辉，永远永远让那友情温暖你心胸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自媒体工具狂。昨天呢给大家分享了几个免费无版权可商用的图片网站，今天呢我再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个免费可商用的视频素材网站。Mixkit， 现在我给大家打开网站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网站是什么样子。它提供了大量高清画质的摄影视频，任何人都可以自由的下载使用，非常值得大家收藏备用。该网站上提供了大量的高画质高清的影片视频素材，这些视频呢无论是画质清晰度还是拍摄效果都非常不错，并非粗制滥造的凑数量，而且重点是全部的视频素材都是完全免费的，无论公司企业还是个人都能随意的将它们用于商业或者非商业用途，而无需担心版权付费问题。网站上你也可以在线预览视频，也能直接保存下载，网站并不强制用户注册登录就能下载，而且大部分都是 1080p 全高清分辨率，你可以将这些视频用于自己的项目，比如说在抖音或者西瓜视频上都可以使用一下，征服一下你的视频内容。不过呢，由于服务器位于海外，加上视频的体积比较大，所以预览和下载速度一般般，但作为如此厚道并且免费的网站来说，个人觉得还是可以接受的。总结一下今天推荐素材网站的特点：第一，所有素材均可免费下载和使用，自由用于商业用途；第二，不必担心版权问题；第三，网站提供大量高质量的视频素材；第四，资源大多都是原创的；第五，点击即可直接下载，不用登录，不用注册，非常方便。无论你是设计师、学生、普通职员还是吃瓜群众，这个网站都值得你收藏起来，毕竟都是免费无版权可商用的资源，还是非常值得的，说不定你哪天就可以用到哦。好了，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，我们明天再见，拜拜。西瓜视频。